觉得刚刚开幕表演，大家看得过瘾吗？不过瘾。哎，你们怎么都知道我想要听什么啊？其他人睡着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跟你说，如果睡着的朋友，等一下呢，听到我们乔婷姐带来另外几首非常非常动感的一个动漫歌曲，非常经典的歌曲。如果你会唱，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乔婷姐一起来唱歌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就请大家再给我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乔婷姐再次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掌声欢迎。最受欢迎的动漫之一《鬼灭之刃》的《红莲花》送给大家。
主题曲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有哪几首。 Let's go。Thank you.
个时间要不要宣传一下？就是请大家可以到你的粉丝专页按个赞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在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 搜寻长妮姐姐。那我很喜欢动漫音乐，也很开心能够从台北来到高雄，跟大家分享一系列满满的动漫演奏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多多支持，谢谢你们！再一次，我们掌声给我们的长妮姐姐莉莉，谢谢。少女庆生会，那我们请长妮姐姐莉莉可以先回到舞台下休息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高洁少女庆生会的活动就到这边正式结束喽。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跟我们一同庆生呢。